许昊，许萌来过了。我哪还有脸追他呀？许萌的男朋友应该要比我帅，比我学历高，比我赚得多。最重要的是，要比我靠谱。总不能害得他哥躺在医院里吧？ 我会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的。等有一天我变得更好了，他还是单身的话，我再去追他。不过从今天开始，我答应你，再见到许萌，我一定跟他保持距离。 除此之外， 我还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之前问我为什么执着于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我说因为我没能拿到全能冠军。其实这个背后还有其他原因。我吧，从小家里条件不好，后来是扶贫基金帮了我，我上了技校。 可是我学习不好，人生完全没有目标，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可是后来，肖指导他看中了我，培养我参加技工大赛。他说，是国家扶贫帮助了我，我要拿冠军去回报国家。这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 我自己的人生有价值了。拿冠军，拿全能冠军，是我跟祖国的一个约定。接着，我就被肖指导调来参加大兴机场的修建。我知道，这是祖国需要我的时候。修建好大兴机场，是我跟祖国的另一个约定， 也是我回报祖国的机会。我陈有为答应要做到的事情，一定要做到。就像这次你因为我受伤，我答应过你，我带着你的心一起把咱们的项目做完。我说到做到。有为，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在这儿，那我应该在哪儿？你怎么能在这儿偷听我说话这么久？不是误会啊，都是误会。我本来就想躺在这儿休息一下，那哪知道你突然之间进来开始倾诉，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 银离子杀菌效果很好啊，我还用了生长因子。目前从伤口来看，效果还是可以的，你就好好休息吧。过几天啊，我再过来给你换药。那大夫，我大概还有多久可以出院？啊，这个要根据你的伤口恢复情况再定。那根据情况，我大概还需要多久？4到5周吧，最少。就算伤口愈合了，你还要做植皮手术。毕竟是深二度烧伤，还是挺严重的，好好养着吧。那有没有什么快一点的办法？ 我是真的有急事，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能比你自己的身体更重要啊？一旦感染，你的康复就会更加缓慢。嗯，目前没有别的方案，现阶段只能是卧床静养。我上网查了，是不是暴露在外面会好得更快？许一航，我们徐医生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应该放心听他的话。
这包扎敷料是为了保护创面，防止外源性的污染，同时呢，还可以减轻创面的渗出和减轻创面水肿问题。这里是医院，我们都是专业的，你就放心听医嘱吧。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嗯，那你先好好休息，有什么事儿再随时叫我们就好了。 医生不是说了让你进卧吗？还在那乱动。我就是想看看时间啊。你怎么又来了？不对，上次你都不能算来，上次干嘛突然跑了？我那是有点急事儿，临时就走了。有什么急事儿不能告诉我？干嘛急急忙忙、神神秘秘的？哎呀，你别说这个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今天许萌没来吗？他今天有采访。你想找他，直接打给他不就成了吗？不是，我就是随便问问。那天他也没有说起我什么。没有。你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俩要是有什么事儿，还能瞒得住你啊？那你问这个问题干什么？我。 不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吗？搞得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联系人家，只能来问你了。没必要，我还指望你能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许萌呢。唉，我尽力而为吧。不过我在网上看到，你现在特别需要高热量和高蛋白的东西，但是我也不会做饭。明天我就去求咱们食堂的那个大厨，让他给你炖个鲫鱼汤。陈有为，你是不是闲得慌？ 一会儿许萌，一会儿鲫鱼汤，工地不用去了。我这不是在关。行，你现在特殊情况，心情不好，我理解你，不跟你计较。怎么样，这个角度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怎么可能？医生说了，你最多4周就能出院，而且咱们的工期还有7周呢。是不足7周了，只有46天了。那也差不多。你赶紧给我好起来吧，我可在工地等着你。哎，有为，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最后阶段，要冲刺了，赶紧回去吧。没事儿，我陪你多待一会儿。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赶紧回去吧。要不然，我推你回房间。不了，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好吧，那我走了。以后没事不要老跑医院了。大兴机场比我更需要你，兄弟，早日康复，我等着你回来。 兄弟，要是工期延误了，我可都算在你头上。<笑>
好，今天的项目汇总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好好休息，明天咱们再继续。 你说陈有为这是怎么了？不知道，有点奇怪。以前他的嘴跟机关枪似的，24小时都不带停的。是啊，那天啊，我叫他去吃饭，他都不去。他现在好像除了工作，一句话不说。你有没有感觉他就像是被徐一航同化了一样？有可能。是吧？有为，肖指导，怎么？ 这么晚还在加班啊？有为，徐玉航出事呢，也不是你的责任，你不用这么有压力的。其实要说没有压力那是假的，只是现在这种压力对我来说，它不是压力，而是解脱。 这段时间我还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啊？为什么许航总是沉默寡言？那是因为他的大脑一直在思考，没有时间说话。现在我也没有时间说话，因为我要把他的那份想法也一起想了。肖指导。 哥，你要的鸡蛋，我给你带来了。谢谢好妹妹，回去吧。你要这个鸡蛋干嘛？补一补，你先回去吧。你最近很奇怪啊，干嘛老是要我回去？你最近也很奇怪啊，为什么老是要往医院跑？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陈伟没有约你吗？你是我哥嘛？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待在医院呢？嗯，你是我妹妹嘛？我怎么忍心让你一个人跑医院呢？那我回去了。嗯，真的回去了。嗯。 你是来敷伤口的，我查过了，鸡蛋可以帮助伤口的恢复，很好。医生说可以了吗？医生说可以的。不可以。许一航，你怎么自己乱用药啊？或是什么情况啊？刚才给他换药的护士跟我说，感觉他膝盖上的敷料不太对，你是不是自己往上面涂什么东西了？我用了一点阿司匹林，我查过了。 阿司匹林对皮肤的病灶有很好的缓解，据我自己的理解，它可以清热解毒，燥湿敛疮，属于西药中用。
哥，我知道你读书很好，但是咱们专业的事情能不能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你这样子乱用药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麻烦的。护士，他刚刚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听话的病人。揠苗助长的故事你听说过吗？你越着急折腾这伤口啊，它就越严重。而且刚刚我看你这膝盖已经感染了，明天让医生过来看看，再决定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吧。对了，那个这鸡蛋什么的，家属吃了吧。哦，好。我也不能24小时都看着他呀。劝不听，怎么都劝不听。肯定心情很差。你想想办法呗。好。你这膝盖周围感染的面积啊还是比较大，现在暂时把你所有药都停了。停了以后，你这些受伤的位置可能更严重一些，发黄鼓起来都是正常的啊。咱们一步一步来，你自己啊，千万不能再涂药了。徐一航，你好。你是哪位？我是小米，你的新护工。你是许萌找来的吧？我不需要护工。看情况，你至少需要有人把这个捡回来。你能让我出院吗？不能。那我就不需要护工。你怎么还不走？我才刚上班，你就想赶我走啊？你有什么需求吗？都可以跟我说。我要喝酒。是护工吗？酒精会影响伤口痊愈。我知道呀。那你还给我酒喝？护工要担任病人的生活护理工作。你提出要求，我当然尽量满足。虽然呢，按照医嘱啊，康复期间是禁止饮酒的，但我觉得病人的需求也很重要。至于喝不喝呢，当然由你决定。不可理喻。是，我也觉得很难理解。你的事我听说了，你有一份十分热爱的工作，现在这个工作到了十分关键的时候，然而你却突然出了意外，你心急如焚，但却没有任何办法。你想赶快好起来，可是身体却不受控制，事与愿违，原本仅剩的一点希望，现在也彻底破灭了。热爱的工作不能参与，老天总是这么不公平。之前有一个重大的比赛也是这样，临近决赛，结果因伤退赛。历史总是这么相似，意外也总是来得这么快。许萌这丑丫头跟陈耀威混久了，什么都说。是我需要对我照顾的病人啊有一定的了解，了解他的需求，
他的所想，我才能更好的照顾他呀。该清创了，这个你爱喝吗？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护工？那要是刚才我真的喝了呢？喝了就喝了呗，我已经给他换成啤酒饮料了，不含酒精的。不过你内心还是很有底线的嘛，等你病好了，我请你喝酒，喝真的酒。我看看。真是个奇迹啊，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恢复得这么好。现在已经基本没有感染的迹象了，过段时间我就给你安排植皮手术。你这个护工还挺厉害，照料得非常好。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随时告诉我，我都会看护好他。这些是药，你定时给他换就行了。谢谢。我扶你上去。这么听话，我该不会是进入到另一个平行空间了吧？那我倒是想看看一个沉默寡言的陈有为。嘴巴还是这么毒，可以确定是你本人了？可以啊，你怎么搞定这个愣木头的？那我毕竟也是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奖杯白拿了呀。你们俩认识啊？对啊，我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战友，他是医护专业的，叫做小米。我可是花了很大力气请来给你做护理的，你不要太感动。是陈有为请你来的？嗯。我还以为是许萌呢，你怎么不告诉我？谁请的我，重要吗？哎，要不是我亲自出面，怎么能请来你这样的冠军？你还不替我好好说说？我怕提了你，他好得更慢。那倒是很有可能。你们两个人，我可是一片好心。我之前跟你的约定也做到了，现在进度提前了，项目可以提前完成。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让你放心。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这也有你的一份吗？小米。嗯，你是怎么搞定他的？我听说他之前情绪特别差，他让我喝酒。喝酒？不是真的酒，只是找了个聊天的契机罢了。我当时的态度，是不是真的很差？嗯，也还好。我遇到过更麻烦的情况，之前照顾过几位患了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他们很难进行正常的沟通，所以很多病人。和护工都相处的不是很好，他们呢经常会要求病人按照自己和医生的想法去行动，但是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以他们的感受为先，慢慢的就反客为主。那这个不就是跟哄孩子一样吗？不能打也不能骂，还要考虑他们的需求。嗯，这么说也没毛病，应对不同的病人是我们的专业嘛。照顾的核心原则就是尊重病人，对症下药。我想对待病人来说，我们不仅仅是护工，还是护士，是医生，是心理安慰师，甚至是亲人。真的不能小看任何一门技术，做到精工都是大事。有为，嘿，左晨，咱马上就要竣工了嘛，
有些工友提前要走了，所以我们打算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聚个餐。咱们一起去吧。正好也饿了，走吧。来，走吧。吃啊，这不饿呀，是不是？干杯。我呀，刚入行那会儿呢，听我师傅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老木匠呢，准备呢退休，回家跟这个妻子孩子享受天伦之乐，这咱都理解，是吧？但是老板不舍得呀，不舍得这么好的工人走啊，就说那你这样，临走之前呢，再帮我盖一栋房子。工人也是二话没说，直接就答应了。但是这活一干，大家就看得出来，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干的是粗活。可是等这房子快搞好的时候呢，老板啊拿着钥匙说：“哎，这房子是送你的礼物，你呀以后就住这房子里。”哎呦，我那木匠当时啊后悔的呀，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哪能想到这是给他的呀？这要是他的，他能这么干吗？现在没办法，他只能住在这么一个粗制滥造的房子里。所以当时啊，我听完这故事，我就在想，咱们呢这选择了这一行，咱就得干一行爱一行，对不对？咱们必须把每一个项目都当成自己家这么干。那以后你回大兴机场就跟回自己家一样。那必须的，我常回家看看。说得好，咱们都是建设新机场的工人。我是安装工，我是电焊工，我也是电焊工，我是信号工，我是电工，我是测量工。来吧，喝一个。来，干杯！干杯！赵师傅，您怎么不吃啊？今天是他女儿生日，啊？那好事啊，应该高兴啊。你女儿多大了？18岁，今年上高三。干咱们这行啊，天天都在工地里边，家也回不了几次。赵师傅呢，他又对工作特别上心。在工地上啊，我问心无愧。可是，对我女儿来说，我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没法照顾他，也没法回去看看他，这一年也见不了几面。在我这心里头啊，我就觉得对不起他。来，吃饭，吃饭，来来，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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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儿给我发微信了，来来，大伙儿我听听，快听听，来。Hello Hello， 谢谢老爸的生日祝福。虽然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过我也想祝老爸快乐，不要太想我呀。老爸您辛苦了，参加新机场的建设，陪我的时间很少，但我仍然为你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我没有去过工地，亲自感受您的辛苦。但我知道这么多年您到底有多累，而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您总说只要我在家听话，不帮忙做家务，不要惹老妈生气，您就会少操很多心。您就放心吧，我会好好听话的，在外面工作注意安全，好好照顾自己，我爱您。喂，真懂事啊。完了，这伤感了，伤感了。不好意思啊，这弄得我。哎，别老说我了。哎呦喂，你也聊聊。我讲两句，讲两句，讲两句，讲两句。我就是觉得吧，今天大家在这儿这么高兴，要是一航在就好了。哎，我替一航敬大家一个。来，好，来，好，来，快点，快点，快点，干杯，干杯。有为啊，我要恭喜你啊，在今天你带领你的团队和许一航的团队已经顺利完成了大兴机场的全部工作任务，可以收工了。不过问题是，你收工就收工呗，带我来工地干什么？肖指导，我在这儿都干了几年了，对这里真的很有感情，当然对肖指导更有感情。
所以我想亲自在这里跟肖指导道个别。肖指导，辛苦了。臭小子，算你还有点良心。对了，我啊，把许一航也带来了，让他也跟您道个别。陈永维，虽然说这生活需要点仪式感，但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本来我们俩是要一起来的，可是他受伤了，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了。你说的对，那你带着你的许一航告别完早点走啊，免得让别人误会。肖指导再见。嗯。许一航，你闻闻这个味儿还记不记得？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圆满完成了咱们的任务，绝对没有给你丢人。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可以来这里看一看，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骗你。我当然相信你了。许一航，陈伟，你在干什么？陈有为，你知道许一航还活着吧？我当然知道了。你们怎么来了？今天我的团队竣工，所以我想来看看，顺便告个别。我就知道我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本来应该是咱们俩一起在这儿道别的，但是你不是受伤来不了了吗？所以我就拿了这张照片来，也算是用心良苦吧。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小米，你可不能挑拨我们俩的关系。你俩的关系就跟用焊枪焊住的一样，我能挑拨得开？今天许一航就交给你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许一航，你看我带了什么？我的工作证。一航，看看这个，我带你转转。我们可是保质保量的完成了整个任务，咱们整个工地啊，有120多个建设团队，破了40多项专利，有500多台机器在这片工地上日夜耕耘，总算是完成了祖国交给咱们的任务。而且那天还统计了一下，咱们是在10个月之内就完成了主体工程的建设。就相当于每个月要完成25座18层的高楼，你知道吗？在巅峰期的时候，每天就要造一座18层的高楼，这个工作量值不值得骄傲？那当然，建设大兴国际机场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耀。当然了，能认识你这么个兄弟，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开心。那必须的，咱们工地上的每一个兄弟都是你的分身。那照你这么说的话，都是我的分身，下面哪个项目都带上你，活都你干呗。你嘴怎么还是这么欠啊？你还想投这个了？我告诉你没门。就说了要早点早点，结果还是晚了。怎么晚了？哪儿晚了？你哥他刚落地，还得拿行李，再从那儿走出来至少也得40分钟。陈有为，哎，你现在为了掩盖事实已经开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是吧？你在大兴机场干了4年，这里什么效率你自己不知道啊？从行李的托运分拣，然后还有领取，包括安检，全都是自助的。每一个航站楼中心到任何一个登机口步行不超过8分钟。
他出来需要几分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别急嘛，你哥性子本来就慢，他出来慢点也正常啊。哎，再说了，他现在不是一个建设者，只是一个普通的旅客，说不定在机场里边享受一下便捷的服务，是吧？你简直不可理喻。咱俩换，我来看。哎呀，你别冲动。你说你跟你哥的性格就不能稍微中和一下吗？谁啊？我哥的电话，他肯定已经到了。喂，哥，你已经到了。别闹。啊，你去哪儿？卫星厅的工地。行，那我们直接在那儿见。嗯，好，拜拜。你哥怎么这么着急啊？上一个项目刚结束，这就惦记下一个项目了。行了，别废话了，赶紧掉头。嗯。哥，妈妈，小米，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又变漂亮了，我最近都胖了，哪儿？有点东西啊，大英雄。我听说你参加的那个大桥建设项目，直接用水下焊接把那帮人给震到了。什么修建大桥、水下焊接，这些都不算什么，那些只能算是基础。你们听听，我要不是他朋友，我今天得被他给气死。不过话说回来，现在你算是彻底凯旋归来了。凯旋归来哦？你凯旋归来，你不先回家，来这里啊？这你们还猜不到吗？你哥他呀，已经报名建设大兴机场下一个阶段卫星厅的建设了。哎，哥，我觉得你们修的大兴机场真的特别特别好看。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其实我也报名了，不一定会比他晚。你也报名了？看看去，萧红等我们呢。你说你这人是不是工作狂，天天就知道工作？那咱们走吧。走走走啊！这次你们有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不知道，几年吧。卫星厅结束了，还有大兴国际机场的新航站楼。太好了，让世界知道我们的厉害。哎，有飞机起飞了。是腾飞的中国。年轻